都这么忙，怎么还有肌肉？食人是要搬砖啊。哎，你出差去哪儿了？这么突然，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了吗？西安，其他不能说，保密要求。啊，家属也不能说。我不是说我。不能。这么无聊，那岂不是没有话题聊？嗯，大概吧。那我们开始。我先吃个早饭。那你一会儿还有回忆信吗？对啊。今年春节我可以休息到大年初七。嗯。我回去再让我妈批判几天吧。那我先进去了。这部电影拍到什么时候？电影会很快，大概五月初。中间会回来吗？剧组不太好请假，中间是有一个品牌方的活动，但是地点还没定，我不一定在上海。所以我们可能两个多月不能见面。差不多吧。怎么啦？我发现我之前想太多了，我觉得我出差太多，工作太忙，没时间照顾好你。但事实上你出差的时间比我还多，谁耽误谁的青春？值吗？随便耽误吧，我们一起吧。看什么？好久没看你脱衣服了。不是说要补觉吗？工作这么忙，怎么还有肌肉？食人是要搬砖啊。